您好，能采访一下您吗？什么问题？您2020年过得怎么样？黄了黄了，今年的奖金算是黄了，啥也没有。那能说说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吗？我希望明年多拿点奖金，多赚点钱吧。您好，2020年您不能聚会，不能蹦迪，无聊死了。那2021年您的新年心愿是什么？多赚点钱。您好。离我远点，别靠近我。我想请您总结一下您的2020年。2020年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闲得慌。能说一下您的新年愿望吗？健健康康。这位同学，能总结一下你的2020年吗？课上上停，上上停，网课真没意思。那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新冠肺炎快点结束吧，我想出去玩。2020年您过得怎么样？能总结一下吗？2020年航班取消了，飞机不飞了，我也失业了。那2021年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呢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，我想找份新工作，重新开始。谢谢。